下一位选手李若棠。短节目过后再列第二。本赛季的自由滑选举睡美人。三周接偷 loop 两周，再接 loop 两周。菲利普三周。萨霍夫三周，编排步伐。节目来到后半段，拉三周。萨霍夫三周接 total 不两周，旋转结束，非常出色。今天来自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李若棠，其实若棠在训练当中，赛前训练当中状态还是有一些不稳定，但是正赛就是能够落住。今天七个跳跃全部稳稳落冰，而且今天这一套配置和之前稍稍有一些变化。之前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赛，他做的都是萨霍夫三周接阿克塞尔两周，再接阿克塞尔两周的连续跳，但是今天他把连续跳换成了偷 loop 两周连 loop 两周，这样比较传统的跳跃，难度也相对来说低一些。
场的 last 三周，解偷 loop 两周，再解 loop 两周。萨霍夫三周，解阿克塞尔两周，今天总体牺牲了一些难度来保证节目的完整性，没有上他的大难点 loop 三周。换足了联合旋转，轴心保持得非常正，我们这一批小女单的旋转都是看家伙。